刚才做梦啊，梦到这个笨笨跑出去了，不听我话，把我气得要死。哎，后来听到大队喇叭喊着又做核酸了，原来是一个梦啊。哎，真的是还好，还好不是现实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去做核酸，都在家好好待着啊。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在家人都变少了。又做核酸了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嗓子又被捅了一下，真的是，昨天晚上到今天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真的是都没睡好，为啥呢？老是在想这个事情，他们怎么会梦到这个笨笨偷偷跑出去玩不听我话呢？是不是把我气的都给我气醒了？真的是。哎呀我天哪，不行，我要再去补个觉啊，真的是没办法，现在超市全部都关门了，都不让营业了，这搞个锤子，饭都没办法好好吃了，真的是，哎呀不好搞，头大。我再过来看一下啊，这笨笨果然没有跑出去，还在家里待着的，我就不靠太近了，因为这里面的卫生还没给他们搞啊，估计那个后面估计都是便便，估计应该是拉的便便，就不让大家看到了。哎呀，笨笨，你还好母牛抛出去，要抛出去你非气死我，你真是的，气都被你气爆了，都不想睡了，真是的，笨笨也是无骨堂强啊，真是笨笨，我明明跟那好好的休息的，你会猛叫我抛出去，真是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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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要你拿屁股了，你拿心肝的屁股天天搁那要，真是的。然后现在是傍晚时间啊，给他们准备饭啊，就是这样。这几只狗的话都准备的多了一些啊，然后把这些给楼上啊，给他们配一下饭，给楼上的配一下饭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听到没？外面的喇叭头一直在说话啊。外面的喇叭头一直在说话，不能出门啊，就是这样，很麻烦啊。今天做核酸，明天不知道做不做，最近好像都要做这样的。嗯，这笨笨，你看这激动的猴屁猴屁的，是不是啊？猴屁猴屁的，不出去哦，不出去。现在疫情期间人都不让出去了，你一只狗啊，你都想出去啊？你觉得你的面子有多大啊？外面到时候人家把你给抓跑了，对不对？说这狗不听话啊，不听管控人员的话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回去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搭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回去吧。你看你那油，我给楼上的配一下饭啊。大家好说好久，好多天没看到楼上的了啊，给他配一下啊。这边刚才给他们倒狗粮，倒的猛的倒多了。倒多了就对吧，就不好啊，他们也不吃啊，就是这样，给楼上配一下。然后的话拿出来一罐罐头啊，就给他们拌一下啊。昨天大家都说这个我这个给他们搞得太浪费了啊，应该和狗粮一起拌着吃啊，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啊，但是就是那样，这个东西的话是抹蛋糕的，这个不是刀啊，这只能算是一个，对吧？这个不锋利啊，也没有刃啊，所以大家放心啊，这个没问题的啊，就是这样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把这两个给合并一下啊，合并一下给楼上的毛豆还有小贝，让他俩吃一下啊。
然后这里的话就搅拌了一下啊，把这个搅拌了一下。这个今天给他们吃的这个给你们吃过一次了，这个上午的时候。也不能一天这两三顿的都吃这个呀，是不是？这么听话干嘛？这个是给楼上拌的，是给楼上他俩吃的，知道吧？这给楼上的，你俩别激动，别激动，特别那小花儿，真的是，给楼上的，你们在这下面好好的，你们吃过了啊，今天已经吃过了，那不能一直吃这个，到时候吃成个小胖子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啊、哦，这个、拿上来了啊，让他俩吃，就是这样。啊，给大家看看，好多天大家说没有看到这个谁了，好多天没有看到这个毛豆了，看一下毛豆啊，就是这样。我给他这里便便给他清理一下，先清理吧。哎呀，你自己搁这吃开毛豆，你都不给他溜点，是不是？啊？赵慧荣，还是给你分开吧。这香蕉角那俩一块儿给一块儿吃，你看这小北都吃不住，是不是？小北都吃不住，小北你也吃，你也吃吧。啊？要回要回，啥表情啊？嘿嘿，我的天，你咋上来了，笨笨？哎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干啥了？干啥了？呀呀呀呀呀呀！干啥了？笨。那煎煎饼用得着，呀呀呀！好了，过来，好了，过来。哎，毛豆，哎，我操，你腰搁哪儿？我靠，你别心球啊！你不心球啊？回去去吃饭去，你挑瞎他干啥的呀？你有点过分，你罗火气性的真大呀，罗火啊！回去，快点，快点。你咋下去的？咋上去？你这着火有点过分。那笨笨上来看看你咋了？真大气声着火，真是的。真是的，我帮你。去，你着火有点刁蛋，我发现。啊？是不是笨笨？他是不是有点刁蛋？他笨笨气的，好不容易上来找你玩会儿。还是把它这里分开吧，不分开这家伙自己在这吃开呀，这小贝不好意思吃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里还剩下这些哦，其他的这些给他俩给他们分进去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你着火是真说气声真大，你着火气声啊，你挑追笨笨干啥的？那笨笨是找你惹你了啊，是不是？看你那肚子吃的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一年时间，一年多的时间，这家伙吃成个小胖子了，真的是，哎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还想吃哪碗呢？你说我这回这味儿啊，还是吃你自己的碗里吧？这小北可不让你，这小北说这是我的饭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你吃你的。你惹火性了吧你，性了老大呀你是，把剩下的这个给他拿上去啊，给楼上那仨狗拿下去，让他们再吃点儿吧。真是的，刚才你上去干啥的呀？哎，吃吧，小花吃吧。